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庞老师。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三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。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，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三题，让我们一起来读题。The sum of three numbers is 9133. 三个数字的和是9133。Now, if the first number is 987, 好了，我们的第一个数字是987。三个数字的总和是9133。然后我们的第二个数字是 second number is 3340。啊，3340。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知道什么，首先第一个两个数字我们先加起来，根本都不需要去读后边的东西啊。3340加上987，这两个数字加在一起是4327。不熟悉的同学可以在下边列数式去进行计算。那么第三个数字就很简单了，我们会把总和，三个数字的总和减去我们的4327，最后得到的是4806。对于这样子的四位数减四位数的这种减法数式计算，如果说有的同学还没有特别的熟悉，可以看我之前的其他的录制的视频，里边有专门谈到这个四位数与四位数的数式减法，好吗？这个数字出来了，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读。之前的动作我们都是在没有读最后一句的前提下去做的，为什么呢？这是我们的学习做题的一种固定的模式，就是我们读了相应的 sentence， 我们会将里边的信息充分的挖掘出来，好吧？最后我们再来读 What's the third number？ 好了，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。所以说我们最后的答案就是4806 4806。谢谢大家。